个视频发生在深圳。这个视频应该是发生在10号，他们俩是同事关系。然后呢，当天，这个男同事呢是喜欢我的那个朋友，然后呢，我的朋友呢也一直是微信上拒绝他的，侵害人吧。然后呢，那天他就又表白了一次，然后就是要约出去喝酒，然后说他自己记性不好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把自己说得很卑微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同情他，然后呢就说约去喝酒，然后喝酒完了应该喝了不知道多少吧，然后呢他就觉得晕晕沉沉的，然后就感觉意识不是特别清楚，然后呢然后又走不动了，然后这个人就把他带回家里了，然后呢就是有做出一些。对，双方公司的协商是他们说回自己回去协商了。啊，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定性说算不算性骚扰之类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就反映一下。他那个手机里面，他手机里面都有那个短信，有那个微信嘛，微信好像就是说我喜欢你之类的呀，都有。有几号来协商的是吧？协商是15。对对对，后来他们说回公司自己协商去了。有关内容是个人的情况，我们无可奉告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